来订阅吧。亲爱的，你来到我身边，这种爱意多么神奇，将这首歌全送给你，我亲爱的宝贝。睡着的你到了我的怀里，这种柔软多么神奇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，因为你的美好，我永远是你的港湾，我永远爱着你，会永远在你身边，我亲爱的宝贝。这首歌我曾在哪听过，这旋律多么熟悉，每一次暖暖的在我心里，你们是我的港湾，会永远爱我，永远爱着你，永远陪在我的身边。守在心底，这礼物那么温暖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这最温暖的爱，我爱你们。海里力气大，鲨鱼爸爸，鲨鱼奶奶，大海里慈祥的鲨鱼奶奶，鲨鱼爷爷，大海里了不起，鲨鱼爷爷，我们是大海里可怕的鲨鱼一家子。没事了，今天也
鲨鱼爸爸，大海里力气大，鲨鱼爸爸，鲨鱼奶奶，大海里慈祥的鲨鱼奶奶，鲨鱼爷爷，大海里了不起，鲨鱼爷爷，我们是大海里可怕的鲨鱼一家子。鲨鱼呀，快跑啊，快跑啊，藏起来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鲨鱼宝宝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宝宝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宝宝可爱，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可爱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可爱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可爱鲨鱼。乌龟宝宝嘟噜噜嘟噜，乌龟宝宝嘟噜噜嘟噜，可爱乌龟嘟噜噜嘟噜，可爱乌龟。海马宝宝嘟噜噜嘟噜，海马宝宝嘟噜噜嘟噜，可爱海马嘟噜噜嘟噜。宝宝嘟噜噜嘟噜，金鱼宝宝嘟噜噜嘟噜，可爱金鱼嘟噜噜嘟噜，可爱金鱼。家嘟噜噜嘟噜，就是我呀嘟噜噜嘟噜，手儿真巧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妈妈运动达人嘟噜噜嘟噜，就是我呀嘟噜噜嘟噜，本领很大嘟噜噜嘟噜，河豚妈妈细心医生嘟噜噜嘟噜，就是我呀嘟噜噜嘟噜，照顾大家嘟噜噜嘟噜，草虾妈妈聪明老师嘟噜噜嘟噜，就是我呀嘟噜噜嘟噜，懂得很多嘟噜噜嘟噜，海豚妈妈照顾着我，嘟噜噜嘟噜，保护着我，嘟噜噜嘟噜，陪伴着我，嘟噜噜嘟噜，谢谢妈妈，好妈妈，嘟噜噜嘟噜，节日快乐，嘟噜噜嘟噜，谢谢你呀，嘟噜噜嘟噜，嗯啊，我爱你，嘟噜噜嘟噜，我爱你，嘟噜噜嘟噜，我爱你，嘟噜噜嘟噜，母亲节快乐。我爸爸是个大英雄，世上大人嘟嘟嘟嘟嘟，就是我呀嘟嘟嘟嘟嘟，非常帅气嘟嘟嘟嘟嘟，鲨鱼爸爸清洁大师嘟嘟嘟嘟嘟，就是我呀嘟嘟嘟嘟嘟，很爱干净嘟嘟嘟嘟嘟，章鱼爸爸运动能手嘟嘟嘟嘟嘟，就是我呀嘟嘟嘟嘟嘟，游得很快嘟嘟嘟嘟嘟，鳐鱼爸爸美食专家嘟嘟嘟嘟嘟，就是我呀嘟嘟嘟嘟嘟，喜欢做饭嘟嘟嘟嘟嘟，奇异爸爸照顾着我嘟嘟嘟嘟嘟，保护着我嘟嘟嘟嘟嘟，陪伴着我嘟嘟嘟嘟嘟，谢谢爸爸，好妈妈嘟嘟嘟嘟嘟，节日快乐嘟嘟嘟嘟嘟，谢谢你呀嘟嘟嘟嘟嘟，哇，我爱你嘟嘟嘟嘟，我爱你。鲨鱼爸爸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妈妈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爸爸嘟噜噜嘟噜，奶奶来啦，鲨鱼奶奶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嘟噜噜嘟噜，我们是嘟噜噜嘟噜鲨鱼一家。等一等啊，鲨鱼阿姨嘟噜噜嘟噜。
的，嘟嘟嘟嘟嘟，鲨鱼叔叔。鲨鱼兄妹，嘟嘟嘟嘟嘟，大海里，嘟嘟嘟嘟嘟，活泼的，嘟嘟嘟嘟嘟，鲨鱼兄妹。我们是嘟嘟嘟嘟嘟，大海里，嘟嘟嘟嘟嘟，可怕的，嘟嘟嘟嘟嘟，鲨鱼一家。鲨鱼呀，嘟嘟嘟嘟嘟，快跑啊，嘟嘟嘟嘟嘟，快跑啊，嘟嘟嘟嘟嘟，跳起来。生病了，我们会帮你治疗。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今天来医院看病的会是谁呢？哦，救护潜水艇送来了病人。哦，大家看起来都很不舒服，要快点给他们看病。大家快跟我来。第一位病人，鲨鱼妈妈，请跟我来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我做饭时被热水烫伤了，烫死了。你的手被热水烫伤了。哎呦哎呦，疼死我了。他的手肿得越来越厉害了。护士，请把我的医疗箱拿过来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给鲨鱼妈妈治疗烫伤吧。鲨鱼妈妈，你的手一定很疼吧？别担心，马上给你治疗。第一步，要用流动的凉水冲一下烫伤的手。哦，怎么会有两个花洒呢？该选哪一个呀？第一个吗？还是第二个？好吧，我们就选第二个。哦，凉水怎么不出来呢？死我了！啊，那是一条可怕的蛇。抱歉了，鲨鱼妈妈，我不会再选错了。哼，降温了，瞧，鲨鱼妈妈的手没有那么肿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在水泡上涂一些药膏。哎呦，哎呦！哦，会有一点点疼。加油，再坚持一下。哇哦，瞧，水泡变小啦。最后我们要包扎伤口，这样会好得更快。朋友们，大家喜欢哪个颜色？橙色吗？没问题。好啦，鲨鱼妈妈，你可真勇敢，这样就不会再疼了。鲨鱼妈妈，嘟嘟嘟嘟嘟，不疼了，嘟嘟嘟嘟嘟，真开心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结束。医生、护士，还有小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祝你的手快些康复，下次要小心热水呀。千万不要再被烫到了。第二位病人，胖胖狐，快请进来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我踩到玩具，摔了一大跤。你摔倒时擦伤了膝盖。
疼疼，好疼呀！医生帮帮我！朋友们，我们快给泡沫狐治疗一下，这样它就不会那么疼啦。先坐好，泡沫狐，我马上就帮你治疗。朋友们，我们先清理伤口边上的细菌吧。好疼啊！擦干净了。哇哦，大家干得漂亮！再涂一些药膏上去。哇哦，伤口好了好多呢。最后在伤口上贴一个漂亮的创可贴。泡沫狐，你喜欢哪一个创可贴呀？哦，我想要那个恐龙创可贴。哇，治疗结束，泡沫狐。泡泡狐，嘟嘟嘟嘟嘟，不疼了，嘟嘟嘟嘟嘟，真开心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结束。谢谢大家，一点也不疼了，哈哈！泡沫狐没事了，真是太好了。第三位病人，鲨鱼爸爸，快请进来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我咳嗽了，鼻涕流一大堆。好冷啊。你感冒了还是重感冒？冷啊冷啊，抖抖去。朋友们，我们快给鲨鱼宝宝治疗，帮他恢复健康吧。我们先用温度计量一下他的体温。不好，你在发高烧，我们得快点给鲨鱼爸爸降温。这一大坨鼻涕，得想想办法。啊，是鼻涕细菌怪物！我们得快点消灭这些鼻涕细菌怪物。哇，鼻涕细菌怪物都被吸走了，护士你真能干啊。鲨鱼爸爸你怎么了？朋友们，我们得治疗鲨鱼爸爸的嗓子。你看嗓子里有很多坏细菌，我们需要喷一些药把坏细菌都杀掉。耶，坏细菌都被消灭了。最后你还需要打一针，护士请准备打针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别害怕嘛，鲨鱼爸爸，我们的威廉护士打针一点也不疼的。就像小蚂蚁夹一下那么轻，轻轻的。好了，打完啦。哦，真的一点儿也不疼呢。鲨鱼爸爸嘟嘟嘟嘟嘟没事了，嘟嘟嘟嘟嘟真开心，嘟嘟嘟嘟嘟治疗结束，不难受了，感冒已经完全好了。大家都没事了，真是太好了，谢谢医生和护士。朋友们，今天谢谢大家跟我一起给大家看病，别忘了下次再跟我一起治疗病人，拜拜。鲨鱼宝宝，大海里，可爱的，
鲨鱼爸爸，大海里力气大，鲨鱼爸爸，鲨鱼奶奶，大海里慈祥的鲨鱼奶奶，鲨鱼爷爷，大海里了不起，鲨鱼爷爷，我们是大海里可怕的鲨鱼一家子，鲨鱼呀快跑啊，快跑啊，跳起来啊，没事了没事了，今天也活下来了，汽车宝宝，汽车妈妈，嘟嘟嘟嘟，汽车妈妈，嘟嘟嘟嘟，汽车妈妈，嘟嘟嘟嘟，汽车妈妈，汽车爸爸，嘟嘟嘟嘟，汽车爸爸，嘟嘟嘟嘟，汽车爸爸，嘟嘟嘟嘟，汽车爸爸，汽车奶奶，嘟嘟嘟嘟，汽车奶奶，嘟嘟嘟嘟，汽车奶奶，嘟嘟嘟嘟，汽车奶奶。汽车爷爷嘟嘟嘟嘟，汽车爷爷嘟嘟嘟嘟，汽车爷爷嘟嘟嘟嘟，汽车爷爷。开开心心开车嘟嘟，开开心心开车嘟嘟，开开心心开车嘟嘟，开心的开车。亲爱的，你来到我身边，这种爱意多么神奇，唱这首歌全送给你，我亲爱的宝贝。
睡着的你到了我的怀里，这种柔软多么神奇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，因为你的美好，我永远是你的港湾，我永远爱着你，会永远在你身边，我亲爱的宝贝。这首歌我曾在哪听过，这旋律多么熟悉，每一次音乐响起，暖暖的在我心里，你们是我的港湾，会永远爱我，永远爱着，永远永远在你身边，我爱亲爱的宝贝。你们是我的港湾，永远是你的，会永远爱我，在你身边，亲爱的宝贝，你们是我的港湾，会永远爱我，永远爱着，永远陪在我的身边。守在心底，这礼物那么温暖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这最温暖的爱，我爱你们。朋友们，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帮你治疗。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救护潜水艇送来了病人。医生，请帮我们治疗。朋友们，我们快给大家看病吧。第一位病人，鲨鱼奶奶，请跟我来。哪里不舒服，放心告诉我。贝壳面包吃多了，肚子胀。我的肚子。面包吃太多，吃到肚子疼。哎呦，痛死我了。别担心，治疗之后就不会痛啦。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给鲨鱼奶奶看病吧。我的肚子。请坐好，鲨鱼奶奶，我们马上就开始给你治疗。先来听一下鲨鱼奶奶的肚子吧。我的听诊器在哪里？找到了，心脏，
得很健康。哎呀，肚子里竟然发出打雷的声音，这可不行。护士，请准备打针。打针？不要吧。别害怕，一点都不疼的。一下子就能打完，一、二、三。打了个嗝，抱歉。没关系，最后我会再给你开些药。护士，请准备泡在水里吃的药粉。我们把药粉撕开吧，把药粉倒进水杯里。哇哦，药泡好了！朋友们，记住不能乱吃药，要吃医生开的药，按照医生嘱咐的药量哦，别忘了哦。要喝药啦，鳝鱼奶奶。好苦啊！哦，肚子不那么难受了啊！鳝鱼奶奶嘟嘟嘟嘟嘟不疼了，嘟嘟嘟嘟嘟真开心，嘟嘟嘟嘟嘟消化完了。我感觉完全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这下总算放心了。嘿，恭喜鳝鱼奶奶，记住吃东西时要细细的咀嚼。下一位病人请进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哎呦，疼疼，嗓子不舒服。你被鱼刺卡到了嗓子。哎呦哎呦，不舒服，医生帮帮我。我们要快把鱼刺取出来，我们要带上照明灯找到鱼刺，再用镊子把它夹出来。准备好咯，鲨鱼爷爷张大嘴说啊。朋友们，我们快用照明灯找到鱼刺，把它们拔出来吧。找到一根，慢慢拔，拔出来了。又看见一根，一、二、三，这里还有。嘿，鱼刺全都拔出来喽！不妙，那些鱼刺刺伤了喉咙，我们得吞一下药膏了。轻轻的。慢慢的，涂好了，哇，治疗结束。鲨鱼爷爷嘟嘟嘟嘟嘟喉咙里，嘟嘟嘟嘟嘟小鱼子，嘟嘟嘟嘟嘟拔出来了。我的嗓子不疼了。幸好你及时来了医院，如果鱼刺不快些拿出来，情况就有可能恶化呢。谢谢大家。第三位病人，锤头鲨，快请进来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我被大石头撞了一下头，漂亮贝壳啊！你的头上起了个大包，哎呦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我的头！好了，别哭了。朋友们，我们来帮锤头鲨消肿吧。第一步，要贴上冰袋消肿。我来准备冰袋吧。哎，
有两个颜色不同的冰袋，我们选哪一个呢？就选红色的冰袋吧，上面有漂亮的花纹。来了。好烫啊！糟了，这是暖宝宝，真是抱歉。我这就给换成冰袋，是冰冰凉凉的感觉。有点冷，稍微坚持一下，你头上的包越来越小了。下一步要涂上一些药膏，我们要把药膏挤在棉签上，多挤一些。可以了，现在小心的把药膏都涂上去吧。你可真勇敢，我再给你贴张创可贴。朋友们，我们用什么图案的创可贴呢？星星图案吗？没问题。贴好啦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啊，真的好多了呢。吹头扇，嘟嘟嘟嘟嘟，不疼啦，嘟嘟嘟嘟嘟，真开心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结束。医生、护士，谢谢你们的无痛治疗。大家回家路上小心，要健健康康的。医生、护士，谢谢你们。朋友们，下次再跟我们一起治疗病人吧。再见，拜拜。海里力气大，鲨鱼爸爸，鲨鱼奶奶，大海里慈祥的鲨鱼奶奶，鲨鱼爷爷，大海里了不起，鲨鱼爷爷，我们是大海里可怕的鲨鱼一家子。生病了，我们会帮你治疗。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今天来医院看病的会是谁呢？哦，这些小朋友怎么了？他们今天去野餐了呢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小朋友们，请跟我到医院里来吧。第一个病人，请跟我进来吧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手掌不舒服，一直刺痛。哦，好痛！你的手掌被玻璃扎伤了。真的真的好疼啊。哦不，看你的样子一定很疼，我们会很快治好你的。第一步，把伤口清洗干净。然后仔细观察伤口，玻璃碎片很深，我们赶紧用钳子把它拔出来。医
生，我好害怕。如果不拔出来，它会一直疼。坚持住，拔出来之后就不会疼了。玻璃碎片清除完成。啊！现在让我们在伤口上涂点药。最后贴上创可贴，这样伤口就不会感染。朋友们，你想选择哪个创可贴？星星创可贴，这个很不错。哇，你们看，我的手上有五颜六色的心呢。手掌治好啦。玻璃片嘟嘟嘟嘟嘟拔出来，嘟嘟嘟嘟嘟涂上药，嘟嘟嘟嘟嘟治疗完成。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，下次我们一起玩沙子吧。哪里不舒服放心告诉我，耳朵不舒服里面很疼，有只蚂蚁钻进了你的耳朵，真的真的真的好疼啊。我需要先看一下你的耳朵，威廉可以帮助我一下吗？第一步，把耳朵擦干净。很棒，清理干净了。啊，我的耳朵又疼了。哦不，让我们快速检查一下。啊，吓我一跳，蚂蚁在这里。我们赶紧用钳子把它夹出来，以防它爬得更深。现在，让我们小心地夹住蚂蚁。啊啊！停下！啊啊！抓到你了！现在，让我们用消毒棉棒擦一下蚂蚁的痕迹。全都擦干净了，耳朵现在干净了。小蚂蚁嘟嘟嘟嘟嘟夹出来，嘟嘟嘟嘟嘟消消毒，嘟嘟嘟嘟嘟治疗完成。吃完零食后要尽快把残渣清理干净哦。好的。哪里不舒服放心告诉我，肚子不舒服还想呕吐，你可能吃了变质的食物，我的肚子咕咕咕咕叫。哦不，食物在炎热的天气里很容易变质，导致了你肚子疼。让我来看看。让我们用听诊器检查一下病人的情况。我需要找到我的听诊器，是第二个吗？嗯？啊！那是一只猴子，不是我的听诊器。对不起，我会尽快拿到听诊器。你的心跳很快，砰砰砰砰砰砰。你的肚子一定很疼，我们需要用药物治疗。
朋友们，你能用力的摇晃把药水摇匀吗？药水准备好啦！我不喜欢这种苦涩的味道，我不想要。我该怎么安抚一下他呢？让我们选择一些东西来安抚他吧。糖果怎么样？如果你吃了药，肚子就不会疼了，也可以吃这个糖果了。现在啊，让我们看看肚子里发生了什么。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对抗细菌。然后我们打败了细菌。肚子疼，嘟嘟嘟嘟嘟，喝药水，嘟嘟嘟嘟嘟，打败细菌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糖果真好吃呀。你很勇敢哦，小朋友，天热时要注意食物是否有变质哦。我们很高兴能帮助大家，接下来你们要多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。好的，谢谢你们的帮助。也谢谢你们的帮助，朋友们，下次我们再一起治疗生病的朋友们吧，拜拜。鲨鱼宝宝医院，我们会帮助你快速好起来。请帮帮我们。哦，是警察、消防员和机械师，他们看起来真的很难受，让我们赶紧治疗他们，请这边来。第一位病人，警察先生，请进来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抓小偷的时候，额头受伤。站住，别跑！额头上有一条深深的伤口。哎呦哎呦，真的真的很痛。那个捣乱的小偷，我差点抓住他，请快点治好我。哦不，这个小偷太过分了。别担心，我来看一下你的伤口。伤口里有很多细菌，让我们先用消毒喷雾消灭细菌。这可能会有点刺痛。哦，完成。接下来要涂一些药膏来帮助伤口愈合。朋友，让我们在伤口上挤一些药膏。太棒了，伤口已经愈合了。最后贴上创可贴。
你想要哪种创可贴？哦哦，我要警车图案的，嘿嘿。嘀嘟嘀嘟，警车开过来了，太酷了！额头上嘟嘟嘟嘟嘟，有伤口嘟嘟嘟嘟嘟，处理好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嗯，灯怎么不亮了？发生了什么？啊！我的听诊器和医药箱不见了。这个小偷竟然敢在警察面前偷东西！给我站住！嘿嘿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找到小偷的藏身之处。啊，在那边！哎呀，我抓住你了！哼哼。你怎么可以偷医生看病用的东西？嘿，这个给你，我找到了你的听诊器和医药箱。非常感谢，警察先生，你是最棒的。下一位病人，请进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我在灭火时腿被烧伤。你的腿被烧伤很危险，真的好疼，请帮帮我。让我们在消防员烧伤恶化之前赶紧治好。哦不，皮肤烧伤变得红肿了，让我们用冷水来舒缓皮肤。皮肤的红肿稍微好一些了，让我们在水泡上涂药膏。真的好疼啊。我会尽量轻轻地涂，这样就不会很疼了。拜托你了。哇，你做的真的很棒。最后，我给你包扎一下。你想要哪种绷带？我想要这个水滴图案，水可以灭火。哇，完成了。手上嘟嘟嘟嘟嘟，冷水冲嘟嘟嘟嘟嘟，涂药膏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发生什么了？哦，是地震！快躲到桌子下面去，保护好你的头。大家还好吗？安全了，可以出来了。感谢你帮助了我们，非常感谢。如果发生地震，可以躲到桌子下面，我们会记住的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修车时锤子砸到手臂。看起来你的手臂受伤了，我的手臂很痛，请帮帮我。我应该把锤子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我想你可能是骨折了，我需要检查一下。让我们拍张 X 光片，检查一下骨头的状况。我们准备开始了。是的，你的手臂骨折了。让我们把骨头接起来。坚持住。坚持住，你做得很好。
下来我们需要把骨头固定住。第一步，先戴上夹板，防止手臂移动。然后让我们缠上绷带。全部完成。你需要使用吊带，直到你完全康复。你想要哪种图案？滴滴滴，我想要一个汽车图案。非常感谢。骨折啦，嘟嘟嘟嘟嘟，接骨头，嘟嘟嘟嘟嘟，在加班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救护车的警笛听起来很奇怪，它坏了吗？交给我吧，我可以修理好。让我来看一下。修好了。哇，如果救护车坏了，那可是一个大问题。谢谢你把它修好了。我很高兴你们恢复了健康。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。朋友，今天也谢谢你的帮助，希望每个人都能注意安全，健健康康。好的。下次再见。拜拜。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哦，去订阅碰碰狐。